这两天又有新闻传谢娜无心不和了，但事实证明他们好着呢。今天晚上并妈谢娜发微博称，星星来找我玩，我准备了好酒好菜，聊天聊得好开心，现在不知道他是喝多了还是被我素颜的美陶醉了，哈哈。照片中谢娜素颜出镜，笑得相当幸福，不过孕妈的小胖手还是很醒目的，而吴昕搂着谢娜就是亲亲，眼神充满深情。随后吴昕转发并称，我一直憋着哭，那种感动只有我们懂，这一有爱互动让两人不和传闻不攻自破。近日有报道称谢娜 ins 晒照感恩，除老公张杰和宝宝外，还感谢了快乐家族何炅、李维嘉、杜海涛，却唯独少了吴昕。就这样不和的传闻又出来了，随后谢娜工作室辟谣二人不和传闻是假的， ins 账号是假冒的，网上经常会有传言称谢娜和吴昕不和，还有消息说谢娜打压吴昕等等，但是快乐家族关系这么好，怎么会像网上说的那样呢？毕竟一起走了十多年，这份超级友谊岂是外人能懂的，反正就是挺羡慕快本五位主持人的友情的。20年啊，人生能有多少个20年可以和同样的人共患难啊。